不論做任何事，其實都是一樣嘅啫。咁即係話喺開始嘅時候就唔好怕錯，然後咧人哋未做過嘅咧，咁你去做其實可能成功機會更大添，因為冇之前嘅任何先入為主嘅概念，又你點都得嘅。當然啦，可能失敗機會好大。但係嗰次失敗就係你嘅學習嚟㗎嘛。